坏坏，你动没有动过我的鼓？我弄坏了吗？你弄我的鼓干嘛呀？啊，我的鼓招你惹你了？哎呀，我明天还要演出呀，我。 哎，吃饭去了，赶紧走，赶紧走，走了，我走了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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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别看了，都上车了。当年没追上，现在可也没戏了。这个八卦婆。哎呀，别跟孩子生气了，不就是一股吗？哎，妈，要不这样，我看看现在还有哪个乐器商店开着，我再给你买一个新的。哎呀，算了吧，算了吧，妈，姐夫他又不是故意的。我知道为什么了，他怕我打鼓影响他儿子写作业。啊，那天图纸不是弄坏了吗？他找着机会报复我呀。哎呦，姐夫，这个你可就太小心眼了啊。你能不能不添乱？我是那种人吗？怎么不是那种人呢？那天我手贱，我帮你收拾了图纸，笑笑拿去画画，我不是没看见吗？现在你找着机会了，知道我明天演出，今天把鼓弄坏了。你们都别冤枉我吧，其实是我干的。什么意思？这鼓到底是谁弄坏的呀？你写作业。妈，我弄坏的。是我干的，我想玩，然后就把它带进房间里，结果就敲破了。哎，欢欢，这鼓真是你弄坏的？哎，我跟你说，姐夫，你这个呀叫包庇。哎，你知不知道，这孩子犯了错误，首先要学会的就是承认错误。妈妈，哎，你看这孩子我教成什么样了，真是。你会教？你看你那教的最好了。妈，这鼓就是我弄坏的，这事儿我扛了。你扛什么扛啊？啊！这怎么了，卢丽啊？你是知道的，我参加老年腰鼓队，我风雨无阻的练了半年了。我明天演出，你看看今天这鼓。哟，这鼓怎么破了？我姐夫呢说他是不小心弄坏的，可是我妈呀非说他是故意的。可欢欢说了，这鼓啊是他弄坏的。志刚，这要真是欢欢弄的，咱可不能包庇他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刘志刚，你是不是觉得我不讲道理呀？啊，孩子错了，你这大包大揽的，你什么意思嘛？姥姥，鼓是我弄破的。啊，小小，别学姨父啊，说瞎话。我没撒谎，姨父是怕我被姥姥骂，才说是他干的。后来姥姥骂姨父，欢欢哥哥才说是他干的，其实是我干的。我也是好心。谁让你好心了？不就一破鼓吗？我赔不起啊！装什么好人？哎呦，你看，你看，这。哎呀，这烦死了！我看见你们呢，就到外面去租房子吧。我这乱死了，乱死了！妈，怎么又说起这个了？不是，我们找了没有合适的房子，说跟鼓有什么关系啊？你们不找是吧？那我明天去找，我来替你们找。哎呀，你看看你这事干的，好心好心，三面不到好，走了。同学会尽兴不尽兴啊？是不是又跟人家四处显摆炫耀来的？
是的，显摆还不是因为你呀、啊？谁让我过得这么好啊？哎，老公，我还是有一丝丝失望的。怎么了？你知道吗？当年我们学校校草级的男生吕坤，现在也变成一超级奶爸了，张口闭口就是他儿子吕强。哎呦，恨不得把围裙都穿来，真是让人悲哀呢。你看看，你还好意思说呢？人家一个男人，对孩子，都能付出这么多，你说你一个女人，你怎么就对孩子这么不上心呢？谁说我不上心了？谁说去同学会没用了？我这交流的很有心得，好不好？要不是去同学会，我都不知道现在这五花八门的补习班有多热，最热的就要说奥数班。那咱也上啊，报名啊，谁怕谁呀、啊？这个，当然要报名了。我不后悔，笑笑实在太可怜了，姥姥妈爸爸我看不惯，所以就说是我干的。妈妈不好，要不妈妈非让你们父子俩住到姥姥家来，不会闹出这么多事。行了啊，男子汉大丈夫，别老哭哭啼啼，别哭了。哎，爸跟你说啊，好吧，人这一生啊，会遇到很多问题，你没有别的办法，你只有勇敢的去面对。而且有些事情不在乎一时的得失对错，知道因为什么？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任何事情都会水落石出的。你像这件事情，哎，最终就知道到底是谁做的。所以说，只要做的对得起自己的良心，自己问心无愧就够了，明白了吗？是不是饿了？嗯，你想吃什么呀？晚上方便面。哎妈，你真要让我姐他们搬出去住啊？怎么不行啊？其实吧，我觉得这事儿我姐夫他挺冤的，都是笑笑不好。我现在冷静下来想一想，其实我姐夫他还是好心，也就是看不惯他那个大模大懒的德行。你这个当妈的又没推卸责任，他称什么好汉呢？啊，他敢欺负你，就是因为你没有老公，没人罩着。唉，有顾影这样的老公，还不如没有。我跟你姐夫说了，让你还在网上给你登记，有了消息啊，你立刻跟我去相亲。我不要。哎妈，我觉得你特奇怪，你这会儿想着我姐夫了，你不是要把人家赶出去吗？你这不懂了吧？妈，这叫运筹帷幄。哎呦，哎呦妈，我求你了，你可千万别运我啊！哎，你这孩子你怎么那么不懂事儿啊？幼儿园的赞助费你落实了吗？孩子报舞蹈班的钱你凑齐了吗？我跟你说，你找这个好老公什么都有了，趁着年轻赶紧把自己嫁了，别剩在家里。妈，说到这个赞助费的问题，我能不能和您商量商量？你先借点给我吧，等我发了工资还给你。钱也不用担心，妈给你掏。真的？但我有个条件，你必须答应我相亲去。哎呀，你又玩没有呀？我还要玩游戏呢。哎呀，没有，别吵。你给我。哎呀，别吵呀。哎，你干嘛呀？妈妈忙正事儿。哎，庞红啊，你跟雨飞抢什么呀？家里电脑那么多，给他吧。你到底看什么啊？最近我发现你啊，对孩子是越来越不上心了。一会儿嘛名媛会，一会儿嘛同学聚会，你哪里像个全职主妇啊？你像个全职开会的。
妈，你就不知道了，我这么做啊，就是为了云飞。你胡说什么呀？我带圆圆那会儿啊，什么会都不参加，圆圆不是挺好的吗？你看她现在在国外念大学，还有奖学金呢。我看呀，你就是不会带孩子。妈，就是因为不会带，我们才应该好好学的呀。你不知道，这次同学会我真是学了好多东西啊。我那些同学啊，孩子都跟雨飞差不多大，他们都在忙孩子的小升初。刚才我就是在 iPad 里看他们给我发的那些参考资料呀。什么事儿啊？你们不是说外面找不着房子吗？我刚溜了一圈，外面的房子多的是，你看。大华新村60平米3800。大华新村外面是一夜市，晚上3点钟才收市，荒木还睡不睡觉了？不行是吧？好，那这儿。达安花园80平3000，哎，这倒挺便宜。达安花园，到欢欢上学的地方一个半小时的路程，来回就3个小时，那欢欢还不得累死啊？太远了，也不行是吧？那还有这个，好，这还有呢。妈，我都跟您说过了，所有的中介我都去看过，这些房子我都能背下来了。您说我们脸皮有那么厚吗？但凡有合适的房子，我俩能赖在这儿不走吗？行，我明天继续找，这房租我出了行不行啊？妈，你妈是不是还是因为谷那事生我气呢？您就原谅我呗。原谅你们，那谁原谅我呀？要不这样，您说您到底怎么着才能原谅我们俩？那好，那我跟你们商量点事儿。说吧。哎，这芦苇不就离婚了吗？是吧？他一个人带着笑笑。妈这一想起他呀，心里特别的难受，总想帮帮他，让他把生活安定下来。特别是笑笑，跟着顾颖啊，整天的换幼儿园，这不搬过来了吗？这芦苇也想给笑笑换个幼儿园。你说这怎么办呢？这赞助费你们俩出。哎，我说妈，不是，我知道您喜欢芦苇，但你也不能这么偏心吧。哦，他有他的难处，难道我们就没难处吗？我偏心？芦苇住进来了，我没让你住啊。啊，你有家有业的，芦苇他有什么呀？妈，您不能因为我们有家有业您就劫富济贫吧。芦苇的问题他应该自己解决。你们俩是为了欢欢挤到我这儿来，芦苇是为了笑笑。你们俩都是我的女儿，我不会偏谁。这一方有难八方支援，你妹妹都这样了，你这个做姐姐的能不管吗？妈，这个事儿啊，你要想说清楚，这得从根儿上说。你说芦苇为什么经济上有困难？那是因为没有人照顾她，对吧？为什么没人照顾他呢？是因为他这个幸福啊，婚姻大事没人替他张罗。其实老实说，他这当姐姐的，我这当姐夫的，我们确实挺着急的，吃不下睡不好的。我们俩还商量了呢，说最近啊要给芦苇张罗几个。真的？啊。对，妈。上次那个志高不是在网上给他那个登记了吗？然后那个网站的人说了，说芦苇的条件特别的好，一定得撮合成。那最近好几个人应聘哈。是。那你们赶快去约呀。先不着急，先去取钱吧。对，取完钱回来再说。好。哎呦呦呦，别取了，别取了，有多少算多少呗。那不行，妈，这不合适。这多少也是我们的一点心意。对呀，我再说了，我们帮人得帮到底，要不然您又该骂我了。那就出一半吧，啊？那行，那就这么着，先取钱，回来再给芦苇张罗这事，啊？行，那我们先走了，妈。那快去快回啊！好好好好。哎呀，妈，您想想看，现在。这中学要考试吧，大学要考试吧，为什么这小升初不考试啊？因为考的不是孩子，考的是我们家长。我们每一个小升初孩子的家长必须有临考意识，我们应该给孩子准备一个全面的、完备的、
备战计划。哟，看不出来你还倒有长进啊。那你说说，你怎么计划呀？妈，我的计划是这样的：我首先要帮我们雨飞选个班长，然后就去上奥数班，再然后把文体什么的通通一起抓起来，这都很重要。为什么？上个奥数班要是得了一等奖，推优啊！哎，当了班干部，推优啊！有文体特长，推优啊！哎呦，妈，现在上个好中学，真不是光靠学习的事儿，还得想想推优这事儿。总之啊，咱们应该全方位的帮孩子好好的助攻。现在孩子上学啊，真是太复杂了。那当然了，绝对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。学好了。这是赞助费。哦，妈，我爱死你了！哎呦，你姐他们还出了一半呢。啊？你又和我姐他们要钱了？哎妈，他都帮我付了生活费了，不行，这钱不能要。哎呀，你拿着。妈理解你的心情，可这个时候，亲姐妹不帮谁帮啊？这恶人都妈来做啊！以后你日子过好了，别忘了你姐他们。拿着，赶紧去把笑笑的入院手续办了。这事办好了，妈这心就放下了。嗯。可是妈让你办的事儿，你没忘吧？什么事儿啊？相亲啊！你姐这姐夫啊，那弄了这点照片，你看看有没有中意的呀？妈，我这刚离婚，心里的创伤还没愈合呢。呸！顾影值得你创伤啊？这情感专家也说了，治愈创伤最好的办法就是再找一个。你看看，哎呦，我去啊！去不去？不去。那你把钱给我。我去，我去。行，我看，我看啊，我看。看完了，没看中。哎呀，妈，好了，你去做饭吧。没相中啊？不可能吧？我都看上了好几个了。喏，你看，这个人啊，有房有车，无贷款，无老人。啊，我怎么觉得你比这顾影还不靠谱呢？我是被你们几个不靠谱的给吓着了。那还有这个呢？哎，离异，无孩，年薪100万呢。你姐就姐夫不会亏待你的。哎呀，我不去。你去不去啊？不去，把钱给我。去去去去。去去去去去，都去，全都看，行了吧？阿妈，你先休息去。我去，我一定去。那你拿着，好好看。哦，拿拿拿，再见，阿妈，再见。我爱你。这位是刘先生。你好，卢文女士，你比照片上更年轻漂亮。哎呀，行了，客气话你也别说了。你想找什么样的女朋友吧？把条件开出来。我们还是先坐下来聊聊吧，不然我觉得这个样子像做买卖一样，我不太习惯。哎，我说你这人挺逗的啊，你还害臊呀？哎，我们是在相亲。哎，什么叫相亲呀？就把你所有要的条件都明明白白的摊在桌子上，这样不是很好吗？这是第二位先生，毛长先生。什么？你说他叫什么？哎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。你小学的时候，老师给你点名的时候是叫你毛长呢，还是毛长呢？妈，你说这个名字。这位是艾先生，这位是卢女士。啊，罗维女士你好，卢妈妈你好。我的名字叫艾玛德，坦白的讲，您就是我心目中想象的那种女性，我心中就在想，我希望您是那种贤良淑德、样样俱全的女性。不差我多俱全。什么？
啊，不是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我想问一下，那您挣多少钱啊？哦，这是我个人的隐私哎。不过你既然问我，我就回答你。养活咱们两个绰绰有余。不是两个人，是三个人。什么？哦，您是说卢妈妈呀？这个也勉强可以接受。是我女儿。你还有女儿？哎呀妈呀！喂。都挺好的，有的我都看上了，可你妹啊，她不靠谱。哎呀，姐，你安排的任务我可完成了啊，你们俩欠我人情啊。走了吗？卢伟，你怎么回事？你看你把老太太气的，你还说我呢，我这是在帮你和姐夫完成任务，要不是我，你俩就被我妈赶出去了。哎呦呦，我不是说这事儿，我说那三个相亲的男的，那是人家网站的重点对象。不跟你都挺合适的呀，怎么能一个都没看上呢？哎呦姐，什么重点对象，他长什么样你看见没呀？那什么名儿，什么长毛毛长男，有的妈呀，就这种男人，姐你觉得能罩得住你妹妹我吗？这不可能嘛，对不对？就算今天我算了，我听我妈讨我嫁了，那又怎么样呢？不最后还得离，就和顾颖似的，他骗了我5年，他能骗我一辈子吗？他不能，对不对？男人非要让女人幸福，女人就得被男人说服，这肯定是有原因的嘛，你说对不对？卢伟，你有问题啊？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张口闭口的就是顾影。我跟你说啊，这结婚呢就跟买股票一样，投入越多，止损点越高。你现在啊就应该立马斩仓，把那个垃圾股给我扔了，找一个潜力股分批减仓。姐，你这怎么说起来一套一套的呀？这结婚它是要有感情的。这跟股票怎么又扯上关系了呢？你还别说，什么叫婚姻啊？那就是政治经济学。女人这一生，那是18年的公主，一天的皇后，10个月的贵妇。你知道接下来日子用什么来形容吗？那就是悲催。就像你这样的，离婚带着孩子的单身妈妈，那就是弱势群体。你还不趁着你现在尚有几分姿色，你赶快用青春搏个未来？你将来你后悔死你！我后悔？我后悔什么呀？哎，漂亮的女人里面，我以活泼取胜；这年轻的女人里面，我以成熟取胜；这有钱的女人里面呢，我以年轻取胜。我有的是资本，我才不后悔。哎呀，我算是听明白了。反正总而言之呢，就是一个剩，最后剩家里了，对吧？什么呀？真是。行，别跟我说了。哎呦，我头疼，你让我说话。不行，我跟你讲，要不然我出去之后，老太太让我头疼。我没交代，烦死了，出去。不是你，不是你，脏的你都看不上吗？哎呀，人家毛长怎么了？毛长也是男人。哎呀，还能说什么呀？卢伟啊，叫出来，你把他叫出来呀！哎呀妈，妈。这世界上最怕的就是不甘心三个字儿，这三个字儿有时候足以毁掉所有的好日子。那行了，我会帮卢伟留意的。你还站半天了，也挺累的，都回去休息吧啊。哎，怎么样？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。这里面的宏伟规划里头，我们第一个战略计划就是应该选班长。我不想当班长。哎，选班长不能推优，什么？必须选。菲菲啊，先放开这个推优不推优不说啊，就一点，万一你选上班长，这对孩子的领导能力也有帮助啊。太对了，那你准备怎么选呀？哎呦，妈。这我可是好好想过的，美国怎么选总统，我们就怎么选班长，这叫做以大见小。美国选总统不是拉选票吗？我们也拉选票好了。我们给宇飞啊办一个特别盛大的生日会，把他的朋友通通都请来，拉拉选票，拉拉选票。哇，太好了！可是我的生日还要等上大半年呢。不懂，你妈那意思是什么呢？这生日不生日的不重要，关键是拉选票，对不对？懂我的，明白了。那我要像电影里的那种生日宴，有
气球，有小丑，有蛋糕，还要有各种礼物。没错，妈妈就是要给你办一个最豪华、最气派、最时髦的生日大 party。我反对啊！妈，你不是同意我的计划吗？我反对铺张浪费。我告诉你，铺张浪费一向是低素质的表现。我跟丽强都是很低调的人，低调早就不流行。低调还是很重要的。我奶奶，不管，我要呢。反正我们都是为了孩子，好不好？丽强，啊，你怎么看啊？那我肯定是觉得妈说的有道理。丽强，那你怎么看呀？妈，其实唐红说的也有点道理。那谁说的更有道理？这么着，我护主，我来决定，好不好？这第一，先听妈的，绝对杜绝铺张浪费。所以咱们在家搞，听唐红的，还是得搞啊。然后呢，咱家宽敞，就啪啪啪把人都请过来。把宇飞那个要好的，还有最不要好的，都请过来，搞一生日大趴，怎么样？为什么要请关系不好的同学？就是呀。不懂了吧，孩子？在这个世界上，当你把你的敌人都变成了你的朋友的时候，那这个世界上就都是你的朋友了，是吧，老爸？哎呦，老公，狗还是你？那是。哎，那咱家这么大，起码请三十个人吧。不用。二十个足够了。哎呦，二十个不够的。最多十个。妈，十个肯定不够的。你说十个人？行，你们俩别打。户主，由户主决定，15个。哎，怎么样？好，明天雨飞就发请柬。请柬在哪儿呢？问你妈要。下课之前呢，老师有话要跟大家说。我们每年一度的班长选举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想要参选的同学呢，要做好备选的准备，发表如何当班长的演说，并且做出对班级未来的规划。同学们呢，可以投票选出自己喜欢的班长，大家回去都仔细想想要选谁。好了，下课。老师再见。再见。哎，雨飞，你在干什么呀？我在写生日 party 邀请卡。我的，那给你。我也要。放心，人人有份。那还有，哎，雨飞，你们家有什么味的蛋糕啊？我们家什么味的都有。哇，好漂亮！我喜欢吃草莓的。草莓的有，还有巧克力的呢。我们家有各种玩具，有变形金刚，还有 iPad。哇，雨飞，你们家有 PSP 吗？有 PS2 吗？有，我们家还有 V 呢。哇，我知道最大球了。我们家还有很多娃娃，有威尼斯小熊，有芭比娃娃，还有迪士尼的各种娃娃。有没有 Hello Kitty 呀？有没有小熊？有啊，你想玩，我跟你玩。好啊。妈妈不会让我去的。我妈妈特意让我告诉你，要你爸妈都来。爸爸妈妈，我到底去不去啊？你想不想去？你想去吗？嗯，不想。你看，儿子不想去。那你不去了呗，浪费时间啊！来吃个橘。你真不想去吗？想去，妈妈也不让去。
还不如别自讨没趣呢。刘欢欢，你看看，儿子多为你考虑，你也站他角度想一想，人家都邀请了不去，也没面子呀。再者说了，人唐红也帮过咱，咱就全当是谢谢人家，也应该登门去一趟。我保证不耽误学习，不耽误成绩，行了吧？那好吧，那就去吧。哦，哎，我告诉你啊，只能待三个小时，一分钟都不行啊。不是你作业写完没有啊？你赶快再吃一橘子，洗脸刷牙睡觉啊。又怎么了？那礼物怎么办？哎呦，我那儿有那个贺卡，就是国外带来的，特漂亮，你就给他写一张就行了。我想自己做。你自己做干嘛呀？这都几点了，多浪费时间。你那个写上也代表你心意，不就得了吗？孩子自己想做，你就让他做嘛。自己做的贺卡，这表达的心意不一样。欢欢，你要是想做的话，爸爸帮你。来。真拿你们父子没办法了，你别弄太晚啊。嗯。这地儿真不错，还挺热闹哈。嗯。哎呀，萌丽！哎，杨红，叔叔阿姨好。你怎么才来？真是的。哎，我想给你介绍一下，这就是我老同学。哎，我们班以前的班花，漂亮吧？嗨。哎呦喂！我一直听唐红念叨你，说你这么优秀，那么优秀。今儿好，今儿好，咱见着真人了。他这么说，我都不好意思了。哎。这位是啊，这是我老公啊，对对对，叫刘志高，刘先生啊，你好你好你好，哎呀，人家可比你强，经常不送孩子的，你呢，不放下吗？我的错，我的错啊，今后咱一定改，多向你学习，这总行了吧？这个，哎，这位你老公吧？哎呦，都忘了介绍了，这就是我老公。哦，哎呦，经常提唐红提起你，今天也见着真人了。这甭问，这一定是那学习特别好的你们家那公子，对不对？你飞在一个学校，叔叔你也知道我？那当然了，你门门功课都排名前五，是我们家宇飞追赶的对象啊！快谢谢叔叔夸奖，谢谢叔叔。哎呀，我们别再这么客气了，赶紧进屋，来来来，努力。来，这边请。哎呀，这环境真不错啊！是。飞好，我给你的，你飞一飞。什么礼物给我？这个给你。哎，卡片。卡片，雨飞，你要什么呀？就这个啊。嗯，我和爸爸妈妈一起做的。给我们看看吧。哎，给我们看看。还有我的。哇哇！好厉害！老公啊，晚饭我都安排好了，一会儿我们就一起吃啊。走，我带你参观一下，来招呼好他啊！走了啊！来来来来，这是我们家的厨房和饭厅。哎呀，厨房这套厨具啊，我真的是弄了点心的。你知道这个厨具是一家定制的，哦呦，等就等了一年半了，真不错，这么宽敞。这个呢也是仿哥特式的，就是吃饭的人太少了。来，上楼看看。听说是古董灯啊。
我老公说都有七八百年了。哎呦，就是这个灯呢，我不敢在这儿坐，我就怕哪一天坐着，哐通，这个灯掉下来，哎呦，砸也砸死下来。不会吧？哎呦，那很难说，它古董嘛。哎，外头这个小阳台。哟，阳台啊？阳台不是重点，重点是外面这四棵树，老价钱了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什么值钱？绿化才值钱。哦，你们家自己种的？开玩笑。哎呀，哎，这个，哎呦，你真是有眼光啊，大师知道吗？我老公说是大师的雕塑，有了这个嘛，家里才算是有文化、有品味。怎么样？哎，但是有时候挺有文化的，摸上去。哟，但是就有个问题，我晚上下楼的时候，经常会把他们吓到。来，跟我上楼看看。哟，还有一个。我只有一个要求，我就要一开开门呐，就要让这个屋子都洒满阳光。孩子是需要有自己独立空间的，孩子只有有了独立空间，才能个性化的成长，这点很重要。哎，带你去看看这个，带你看一下，喏，这就是我的房间。舒服，这张床14万，哪有我看中的那26万的好？哎呀，可我老公非说喜欢，说他喜欢这款式，我又拗不过他，只能算了。那有机会就换一个自己喜欢的呗。当然了，哎，我过两天就换成我喜欢那个。哎，你怎么样？我还行吧，我们就一家三口，挤在我妈家的一个小房间里。小房间啊。嗯，那你多委屈啊。没事儿，说实话，唐红，我现在看你生活的这么好，我真挺替你高兴的。我就希望吧，我跟刘志高有一天也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。不过现在虽然辛苦点，那不都是为了欢欢吗？所以我也好，志高也好，都是忍耐归忍耐。再说了，只要我们能一家三口每天聊着天睡着，我觉得感觉也不错。刘丽啊，对不起啊，我刚才太得意了。没事儿，其实鞋穿的舒不舒服，只有自己最知道。我呢是傻人有傻福，你呢是有情饮水饱，各得其乐。哎，我们这次联系上了，以后要常见面的啊，好吧？走，我带你看看啊。刘先生，在哪儿高就啊？我在一个建筑事务所里做设计。哎呦，巧了，咱俩同行，是不是啊？你看，你是做设计的对吧？对对对，给房子做设计，我盖房子的呀。那没法比，你那是支柱产业。哎，什么支柱产业？儿子呀，打游戏得了高分，现在成偶像了。黄黄还有这本事，那是。你说你别说啊，你这儿子真聪明。差远了。姐姐，姐姐，姑娘，姑娘，慢点，慢点啊，慢点。花园，那么漂亮啊！哎，姑娘，你自己随便啊，我进去招呼。好嘞，好嘞。我们孩子钢琴考10级了，不过现在一点用都没有了，个个都能上10级，现在要有奥数分数才行。奥数都过时了，听说啊，现在得有奥音分数才管用。可不是嘛，我表姐的孩子啊，有奥数奥音分数啊也不行，最终啊给一个有班长职务的孩子啊给挤掉了，两个孩子啊成绩相当，你说学校舍谁？哎呦，当然找能干的了。班长还有这个好处呢？那这样的话，我要赶紧给我家孩子在班上谋个一官半职，以备不时之需了。那现在还有什么管用呀？眼看就到了最后冲刺阶段了，我们总得做点什么吧。可不是，
不过女人速度啊都没有唐红快。唐红这次办生日 party 就是为了帮他女儿去拉选票的。哦，是这样的。哦，这样啊。嗯，在这边留伞，对，对，还行，放水啊！刘欢欢，时候差不多该回家了啊！谢谢家长，谢谢家长，谢谢一年级的家长，谢谢家长。欢欢，加油加油！别吵，别吵，别吵，他就快破纪录了。刘欢欢，时间到了。哇！你看你。你什么时候来不行啊？非现在来！你看，游戏都死掉了，这下破不了记录了。雨飞，怎么跟阿姨说话呢？对不起啊，打扰你们玩游戏了。但这是我跟刘欢欢的约定，就多玩一会儿。约定是不可以更改的。阿姨，晚回去一点怎么了？定的规矩就那么重要啊？雨飞，厉害。你看，孩子玩的都挺开心的，也挺难得的。要不今天就让他们尽尽兴，咱们明天再努力呗。以后还有机会嘛。好了，刘欢欢，跟大家再见吧。同学们，你们也早点回去吧，还得写作业呢啊。去，欢欢，快，谢谢你的款待。走了走了。再见，再见，夏总，谢谢啊。哎呦，好，谢谢，再见，再见，谢谢啊。来，来来，送送你们，送送你们。